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护专家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我是涂磊，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告白者。下一位告白者。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红丽，来自哈尔滨，今年23岁。来干嘛的？我是向我喜欢的男孩孙琦告白的。干嘛要到这儿来告白呢？我跟他暗示过很多次了，他就说，红丽，咱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话题好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一个这样身材的女人跟他告白，他说不要谈论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他有女朋友的。那你起个什么劲儿啊？人家有女朋友。他跟他的女朋友已经没有爱情了，现在只有亲。你怎么知道？我们两个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跟你的女朋友怎么样？他说就那样吧，爱情久了就会变成亲情了。他能升迁到市里这个总公司，这是他女朋友让给他这个职位，他觉得他欠他的女朋友真的特别多，这也是他拒绝我的一个原因。他觉得他对他女朋友很内疚，但是他是喜欢我的。所以你今天来是干嘛？我要跟他告白。你要跟他告白，就是要抢别人的男朋友是吧？我不是来抢的，我只想告诉他我真的很喜欢他。如果我是来抢的，我今天也不会来到这儿。哥，因为我可以帮他很多啊，他欠他女朋友那些，我可以拿钱帮他还，都可以的，只要他跟我在一起就可以。你想买他是吧？我不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这叫互相帮助吗？像他的工作有问题，我就可以帮到他。我爸妈人权很广的。如果他不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去我爸的公司。当一个管理层。这事儿你问了你爸吗？问了。你爸也同意？他肯定会同意的。我从小到大想做的就没有做不到的。我接下来会让你今天尝试一下，有什么是得不到的啊？
这女孩她非常的直白，已经把她的所有的目的都袒露出来了啊，没有一点不好意思。请问各位，您觉得这位女孩今天能够如偿所愿吗？就是你父母对你的骄纵，让你产生一个信念，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而且毫无原则和道德立场。我觉得他好可爱哦，很简单，很直接。其实男人呢很讨厌女人整天要他猜他在想什么，他这么直接的话可以省很多事情。表面上看到是他追他，但说不定是那个男生潜意识中在追他，他竟然能够表达出和我的女朋友已经没有爱情的这种讯息，搞不好他是欲擒故纵，他就想傍上这个，就想傍上这个可以给我物质给我平台的这么一个女性。很开始这个男生就已经拒绝他，说我们两个不要谈论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跟一个女生进一步发展的话，你会跟她出去看电影吃饭然后不停地跟她约会吗？我觉得这男的80%是一个渣男。对你的思想我觉得比较阴暗，刘冠男，她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女孩子，这个男孩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要给你面子或怎样的。给她面子就是所谓的暧昧，为什么要给他面子？不行就是不行，行就是不行，就是行。那给他面子是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我觉得婉言拒绝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你没必要把自己后路都给断了吧。你倒觉得这姑娘今天其实有几分胜算啊，你想这小子原来就是靠女朋友让给自己职位，眼看着眼前这个女孩带给这更光明的前途啊，那干嘛不换一下呢？问题是下一次说不定还有一个比你更有经济实力的人再把你换下去，这你得有点心理准备。不会的，其实我很支持你今天来到现场，但是同时也要提醒电视机前各位同类型的女生，因为我相信这样的结果，遇到这样的渣男的话，你们的结果一定会更惨。我想问一下孙琦家里的条件怎么样？很贫寒吧，他上大学家里就像砸锅卖铁一样的供他上大学。他不是渣男啊，他是很有上进心的一个人，真的就是想告诉他我真的很喜欢他，他不要拒绝我。大家好，占用大家几秒钟，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健康的方法减肥成功。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2斤，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在不节食不运动的情况下2个月瘦了29斤。这个是佳佳，现在已经瘦了24斤。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1个月瘦了19斤。想减肥的朋友可以加依依的微信 AC3150，记住哦，微信。就想告诉他我真的很喜欢他，他不要拒绝我。红丽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母的骄纵让女孩红丽认为世界上想要的都会属于她。红丽遇到孙琦便一见倾心，随即展开猛烈的追求，而孙琦一句我和女友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便让充满自信的红丽以此为爱的证据而来到舞台，并希望自己与孙琦的暧昧不清最终变成爱情。那么没有明确拒绝红丽追求的孙琦会来到现场接受这份傲慢的告白吗？如果事情的发展并不如简单的红丽所想象，我们也希望他能因为这次告白收获本该有的对生活最朴实的认识。如果他今天说我不跟你走，我跟我女朋友有爱情，那就当我看错人了吧。啊，还好我心里还稍微落下点事儿，这姑娘还不是完全不懂事儿啊。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好，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孙琦，你觉得他今天会来吗？会的。如果他不来呢？他肯定会来的。如果他不来呢？因为他的生活当中已然拒绝了你，如果他害怕他就是不来呢？他要是不来我也会找他的。你还要找他？如果他的女朋友今天来了孙琦却没来，你怎么办？他来了正好啊，我想告诉他我们两个谁最配他。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么不善良。虽然你有你表现自我的权利，但我还是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在大家面前还留下一点好印象的话，最好还是懂得如何尊重别人和尊重自己。接下来让我们倒数5个数，5、4、
三二一。你如偿所愿啊。你好。你好，主持人。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孙琦的女朋友，我叫娟子。你为什么要到现场来？这不很明显吗？因为有人调戏我的爱情，所以我今天来。我有必要调戏你的爱情吗？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我要挑衅，我要是挑衅的话，我在手，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挑衅。我在底下我做一些小手段，你们早就分开了呀。我觉得很可笑。你们多久没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了呀？是啊，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这都是我们一起做的，难道在你眼里的爱情就是看电影吗？你们是异地恋好吗？我们那是暂时的。暂时的，你永远都不可能，你升职到市公司，你跟他在一块儿，而且这些机会都是我可以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你自作多情。他现在已经对你没有爱情了，只有亲情。是他告诉你的吗？我自作多情。哼，我跟他最清楚了，因为我现在天天跟他在一块。你清楚什么呀你？我他爱我，我爱他，我们之间就是有爱情。我现在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没有的呀。我没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你跟我没有什么呀？那你说你有什么？那我先问几个问题。我倒是很想听。我有城市的户口，你有吗？如果我两个以后在一块儿的话，我俩就不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烦恼，对不对？你可以吗？你去银行，你前面有50个人排队，你不也得傻等着吗？我给我表姐打个电话，我分分钟就搞定了。你懂什么叫做生活在这个城市吗？你压根就不懂。而且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你放手吧。你是拥有很多，你家里条件好，有车有房，可能什么都有，你爸妈都会给你。但是别人，你爸妈给不了，你用来这里抢别人的吗？我有必要抢吗？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你有这些是你先天的，没有错。可是你拥有再多，对我来说，我根本不在乎，不稀罕。可是我现在就是有你喜欢的东西在我这儿。你不觉得你这话说的有问题吗？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你觉得你拥有他有什么用啊？你得到他的人，你也得不到他的心。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可悲吗？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我觉得你好可笑。你还是很骄傲。就算你家里有300平方米的房子，我家里有30平方米房子，但是我就是有孙琦，我就是有他，你没有。你已经得不到他的心了是吗？就算你有3万块钱手表，我只带一个30块钱手表，咱们俩时间是不是一样的？我问你是不是一样的？来，我问一下，为什么你男朋友今天没来？我不想让他来。你为什么不让他面对呢？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可以面对他的，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的男朋友说了，我们之间只有亲情而没有爱情了。我觉得爱情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叫亲情啊。如果你连亲情都没有，说明你根本都没有爱过。他说我们是亲情，说明只能说我们更加稳固。那现在请把那边当成空气，来跟我老实说一下，你跟孙琦现在到底感情如何？就是之前一直都还蛮不错的，就一切都挺好的。就是后来他到市里边去工作，就是每个星期之前都会来看我一次，怎么着的。然后就后来就慢慢的就没有了，然后就电话就是明显就少了很多。我想问一下，他刚才说孙琦现在的工作是因为你而获得的，是吗？对。如果有一天孙琦真的跟你分了手，你会后悔这样的决定吗？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我爱他，我还是比较相信他的。你相信他爱你，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呀？如果他要是来，今天要如果选择你，那么好，我就把他让给你。你不是觉得他爱你吗？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你让他来啊！背负着两人的梦想，孙琦来到新的城市，与娟子开始了异地恋情。然而，富家女红丽的出现，给娟子本来稳定的爱情蒙上了暧昧的阴影。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直率的娟子选择独自面对红丽。然而，三个人的迷局，两个女孩根本无法破解。一边是相恋两年、情重如山的女友，一边是家境富裕、
火热追求的女孩。孙琦会有勇气来到现场吗？那么接下来看看孙琦会不会来到现场呢？你们俩谁去开？我我才是他的女朋友，好不好？给你开，给你开，你开吧。来，请。来，问你几个问题。孙琦，如果今天来了之后，做出了你不想看到的抉择，你会怎么做？我会自动离开，因为这不是我要的。如果孙琦出来之后，立马痛哭流涕地跪在你面前说：“我对不起你，你给了我的前途，但是我却想要离开你。我可以用我将来的余生，用金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补偿你，你会接受吗？”不会的，因为这不是我要的爱情，我宁愿放手。好，红丽，让我们来倒数五个数吧，五、四、三、二、一，请按键。知道你会来的，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对。你干嘛甩开我的手啊？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三人是想站那站一辈子吗？来，有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老师好，我叫孙琦，在哈尔滨工作。你是否跟红丽说过，你与娟子之间只剩下了亲情而没有爱情？说过，因为。因为当时在市里工作，红丽一直对我特别照顾。嗯，我承认我对她有个好感。嗯，我感觉到她喜欢我。嗯，所以你说这句话的意图是什么？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说表达那时的心情，那时的意思。哦，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跟娟子之间真的只剩下亲情了，而没有爱情了，是吗？就是这样。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的，你会选择我的，对不对？你那么喜欢我，咱们两个在一块那么开心，你干嘛？你放开你手！你弄疼我了，你知不知道？这有没有素质？他是我男朋友，我就是没有素质。他已经不爱你了，他现在对你只有亲情了，你还不明白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你告诉我，是不是我们之间只有亲情了，没有爱情？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子？你说。你别逼着，让自己选择好行吗？好了，你亮，你这样逼着有用吗？别吵了，别吵了。我知道你现在挺难过的，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其实咱好好说行吗？你别哭了。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你现在很难过，但是现在你们只有亲情了。你以后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好吗？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你说，我倒是很想听。你能给我什么？你放手吧。为什么你要给我什么？我为什么要放手？我可以帮他给你的。给我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他怎么就不爱我了？你说话呀！你别逼他真的不要行吗？真的只有能别逼没有爱情了吗？你哭有用吗？不哭，来，别伤心，我也给你一点，要吗？他
擦擦你的眼泪吧。我要是你，我就不哭。人家都给你擦眼泪了，有什么好哭的呀？这气势不已经在我们这边了？好，接下来我想把红利刚才问娟子的几个问题来问孙琦。孙琦，你听好了，你是娟子，我是红利，我来问几个问题。你娟子有什么？我有城市户口，你有吗？请回答。我有孙琦。好，我有显赫的家世，我能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娟子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你凭什么跟我争孙琦啊？我有孙琦。啊，你看我们俩在一起能比吗？你看我的身段，再看看你的身段。他要的并不是这些。啊，原来你是还是比较了解娟子的嘛。但你干嘛要去跟别人看电影干什么？那段时间红丽对我特别照顾，她是一个好姑娘。因为那段时间的工作落差，我渐渐对她有了好感。我也克制不住当时自己的那种想法，就陪她去看电影、逛街，静静的产生了一种喜欢。你有没有过动摇是因为红丽的家世？这倒没有，因为我喜欢的是红丽的为人，她的性格。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告诉他们我的选择。好，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你就把你真实的选择和话语告诉他们。好，接下来是他们三个人的告白时间。我是嘴硬心软的那一种，爱情是什么？我就是再不好，我也真的就是我太喜欢你了。我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这样的，我不管别人怎么骂我怎么说我。我知道我都懂你，你只是少了一个机会，你那么有上进心。如果咱们两个在一起，我不是因为我的这些而让你选择我的，我就真的是可以帮到你的，帮到以后我们一起努力不可以吗？我不是因为物质才留住你的，你别拒绝我好吗？我知道你觉得娟子对你付出了那么多，你不忍心伤害她。你想想我，咱们俩在一块那么开心的，别拒绝我好吗？我真的不管别人怎么骂我，你跟我在一块儿就行了。说完了吗？我不让你来，为什么还要来？
帮助我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现在我的母亲一直躺在病床上，没有人照顾。我谢谢你把机会让给我，来到了市里。是不是像他说的，我们之间只有爱亲情了，没有爱情了？是不是？我想知道，我想知道。给你想要的生活，来到市里以后，我会努力工作，努力去拼搏。你相信我好吗？我今天来的目的就请你原谅。我想告诉你，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身材好，家境好，你对人善良，你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的。原谅我好吗？走，娟子，回家。如果娟子始终还保持今天在舞台上的这种态势，我是不太看好孙琦和娟子的。如果一个人自诩为自己爱人天生的债权人，而整个爱情变成了还债，那要是还清了的那一天，那一定是劳燕分飞之时。世界上最可悲的爱情，就是感恩之后的以身相许。好委屈啊！我喜欢一个人有错吗？没错没错，先站过来，站过来，站中间来。要不是他对我表现出那样喜欢，我也不会来这儿的。对呀，如果他，我要是不是觉得他喜欢我的，我来这儿我干抢的，我多丢人啊！但反正丢都丢了嘛，以后不丢就行了。你说人生在世，谁不会丢几次人呢？我也曾经丢过人，自信满满的往那儿一杵，我是谁呀、啊？我多牛啊，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当生活给了你一巴掌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真正算老几，我有几斤几两。我只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却不能把自己的个人价值凌驾于别人之上，不尊重别人，下场就是这个样子。我想你也看到了，娟子和孙琦之间可以说是八个字，情深似海，恩重如山。如果连这样的原配都能背弃的话，他真的不算一个人类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做出今天的选择，说明你的眼光还不算太差。所以说这只不过是青春时代的一朵小浪花一样，没爱过几个人渣怎么能叫青春呢？最后送你一句话，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我们说未经失恋不懂爱情，未经失败不懂人生，所以说这是你的第一次失恋和第一次失败。如果你能够谨记住这次失败和失恋，一定会有男生青睐于你。再见，拜拜。好，我们掌声有请。中国袖珍版 SHE。 说实话，到底从哪个幼儿园蹦出来的？我们不是幼儿园的，我们是成年人。你再笑一个。啊啊！我看你有没有装什么东西？没。你声音怎么那么奇怪？天生的。晚上不准出来，你晚上出来会吓死人的。这样笑，你要这样说我就趴你家窗户。你会正常笑吗？你不，他不会正常笑，他只会这样笑。你们是成年人。对。多大年纪？报一下，你多大年纪？大家好，我叫云云，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26了。大家好，我叫杨平，我来自四川成都，今年也26了，谢谢。我叫莎莎，来自江苏省新沂市的，今年26了。那你们今天到这儿来干嘛呀？我们要来一个完美求婚哟。那也不对呀。你们三个人向一个人求婚？怎么可能？肯定是三个呀。对呀，哦，三个对三个。对呀。那我们今天这儿热闹了。啊。我们这从来没有三对三过。是吧？那是因为我们没来，对，要来早有了。你干嘛什么都凑一块儿干？因为我们之前约定说14年要一起结婚，现在14年都快过大半年了，都没动静，所以今天就一起来求婚了。另外，我想问一下，虽然他们没有挑明，有没有过暗示说想结婚？没有，他就是很关心我。然后那你怎么暗示的吗？我就说，老三说他7月份要结婚了，然后我们约定要一起。哦呦，这已经太明显了，这哪叫暗示，分明是明示。你呢？我？你男朋友有暗示吗？他没有。你都明示好多回了。只是我明示好多回了，然后我妈也说他啊，你俩不小了是吧？嗯、啊。对、哎、呀，啊，不小了，快奔三了、啊，然后就没啥了。就没啥。嗯。看得出来，他们三个人非常珍惜自己的这段情感，所以在对方男生不自信、不挑明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主动的出击，邀请三位男士到今天舞台上来告白。蕾蕾哥哥，我想信。我千万不要叫我蕾蕾哥哥，我是叔叔啊，叔叔。叫哥哥，你会让我换衣服吗？换衣服？嗯。这样不挺好吗？我想正式一点，因为求婚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想换婚纱是吧？嗯，就显得比较庄重一点嘛。行吧，去吧，去吧，去吧。嗯。可爱的秀珍三姐妹通过网络寻认识，由于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身体体征，三人成为感情交好的姐妹。因为这份值得珍惜的缘分，三姐妹约定在2014年一起结婚。然而，转眼14年即将过去，三人的男友却没有结婚的动向。于是，热情的三姐妹来到现场，主动向心仪的王子告白并求婚。那么，三个并不认识、身在各地的男孩，会来到现场接受三人的集体求婚吗？手上拿的什么？我告诉你，秘密。礼是给他们的礼物是吗？嗯。我看着你们这么踌躇满志啊，我更担心了。我怕不成功。你们谁去开启告白之门？我按。行，那你去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得问你们几个问题。如果他们不来，你们会伤心吗？我不去那么想，他肯定会来的。你不会伤心吗？他要不来我揍他。你呢？我相信他应该不会丢下我吧。你呢？我也挺有信心的，我觉得他应该会来。如果他们来了，说想晚点再结婚，很多事情还没有准备好，你们又怎么办？这个私下来再跟他做着思想工作。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意见，你们都要坚持。那不等于是强迫别人吗？没有，但我相信他们是愿意被强迫。对，你们有点太自信了。但是我唯一的优点就是很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按键。他可能太忙了。对啊，来，他可能忙，请假假。有人没来哦。不是，他可能太忙了。真的是因为太忙吗？是啊，他之前有打电话，他有打电话说过，他说挺忙的，他说他尽量。
不愿意。因为我要向你求婚。吓死我了！我以后会替你出球的，我这样。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咱明年结婚好不好？哎，好，行吧。行。我就知道你愿意。刚刚被你一吓，我准备好的词儿我都给忘了。那你什么先别说了，那就让我先说吧。虽然我没有 Kitty 猫那样可爱，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我以后愿意做你的洗衣机、冰箱、电磁炉、微波炉。准备了一个礼物，是一对杯子，人家都说一杯子一辈子，你一半我一半，然后我们俩在一块儿，这个心就是完整的。我会了，宝贝儿。虽然三姐妹各自的男友都因不同的顾虑未主动求婚，可是面对真挚的告白，三个男孩都放下了矜持，答应了三姐妹同时结婚的要求。恋爱也许是一时的疯狂，但结婚却是一生的厮守。我们祝福三姐妹，希望她们一直这样勇敢幸福下去。特别像幼儿园里面过家家，但其实他们是真的婚姻，恰恰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世界，所谓的凡夫俗子正常人的世界，很多人婚姻如儿戏，倒真的像过家家。所以看看他们的婚姻，反省反省自己吧。身体的成熟其实并不重要，心智的成熟才是真正重要。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肤专家清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